好，明下你再问，咱今日配正确个意向，咱能听耶稣怎么答？基督说：“孩子，我愿意来到这切寺庙中，拥有正确个意向。我希望你个思念个阿位，拢总有超世界目标。”虽为避开地狱，还是凉狱，还是希望去天堂，拢总是好个一个意向。想定了解是卖在意家己，咱灵魂若是无法断绝，咱就变向去正确个一个意向。所以，咱在咱个意向呢，一方面，咱一定是希望做天主所喜欢个事；另外一方面，咱一定是持续的为家己时间自私个这个益处。不论是做你咩想去了解的，咱就爱注意天主个声音是伫个。因为实践天主嘅声音，也是比这个世俗任何嘅事拢仲还重要。咱人嘅心情啦、环境不论做你咩，咱佮有是咩偏见啦，还是点解？诚实了解就是咱爱时时把握着这个正确嘅意向。咱若是我着是咩有感啊？向阿盖斯个，咱爱马上爱避开，了咱就变转过来，来注意，来实践天主个声音。咱买让世俗个物件来使咱分心啊，扰乱人。咱反过来用双目等等。注意听主，注意我，上去呢爱听耶稣，你惊耶稣个声音，有这些崇洁个意向，咱就变得到心灵个平安，啊，真正个喜乐。要耶稣是希望赐人这些个恩宠个。咱在咱是有能力个，咱因为环境个变化，了直接做工，真侪物件发生，所以咱会改变。咱直接生活来本咧，就应该爱停落来啊，重新个去想，我今日生活，我个意向是做啲咩，还是正确个？安尼，咱就变时时刻刻拢总合天主个芳心，然后一个小夫人来有这些正确个意向个，不论伊是做你咩，咱爱去注意，若是反过来个，伊外表看出来越好越厉害，咱拢总爱放弃。真正爱天主嘅人呢，是不能使其他嘅物件来影响伊。咱嘅核心之一呢，就是爱为天主而生活，咱就有变得到真正嘅和平，甲真正嘅快乐。咱未少一个，咱问咱家己，咱。往日以为感觉是快乐的事，今日就去滴过了。你能想一想，能在下有影啦？始终已经唔再走去滴过去了，无咯，都未记咯。所以能在世俗嘅物件，就是做些珍贵、歹、珍贵、贵弊、珍贵都无咯。你能
爱在增加有价值的事，是爱追随天主的善意，要得到天顶的永远的福乐。咱在生活当中有时有艰苦啊，但是这道艰苦，拢总是为着天主来帮助咱，来增加咱的力量，使咱更努力的。追求天主，重新依赖天主的恩赐。一方面，咱爱妄创相信天主的恩宠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咱家己的努力，咱家己的用心，不是次要的。安尼，天主就帮助咱战胜咱的软弱，咱的不能，所以咱其实求天主来。水量难帮助难，那就是来祈祷。主啊，你个话是真正不过个啦。今次我到每一个生活当遵守你的教训，以你的真理来引导我、保护我。但愿你将我一切邪恶个妄魔、个爱念。当救我出来，主啊，任何个事都会会改善我的行为，使我得到你的宽恕，请你不要使我将伊吞噬为大鬼胆个。我在主角下，我将无边不成为一个世俗个奴才，并怀着一颗。就剩下自由的心来享乐，和追求乐，向这个提灯来进步。阿门。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您。